大家爱吃什么就尽量点啊，不要客气哦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这家餐厅呢，我常带我老婆过来吃。哦。对，我可以推荐他的牛排，真的很好吃。真的很好吃，嗯，我觉得大块一点，好啊，你可以吃两颗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大侠吗？大侠。是啊，你是？我有在你的网站部落格留过言呢，就是大侠军事讨论区。哇，现在就遇到你本人。对啊，好巧哦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组长。你好，这个是宋上尉。你好，这两位是我的同事。哦，你们好，我叫小田。哎，你们也都是军人哦。哇，真好，我最喜欢军人了。谢谢你。你们坐一下哦，我等一下马上来帮你们点餐。好。大侠，上来啦。举身是哦。做梦自信要动员召集，那可以拍一些相片或是内容给我看吗？我对军中生活很感兴趣耶，尤其是后备动员召集了。本人后，我就对你印象蛮好的。我们有空可以见面聊聊吗？我很开心听到你这样说。好，我们下次约见面哦。这样子可以追到你哦。你知道吗，我从小就志愿想当军人，可惜一直没有通过体检，不过现在遇上了你，似乎也算完成了我的梦耶。原来是这样的。多亏你把在部队每天发生的事写得一清二楚，让我可以了解你在部队都在忙些什么。小田哦，其实我这样做是有风险的。风险？什么风险啊？部队有规定，架设个人网站部落格，讨论军中事务，携带照相手机，这些哦。算了。你这样子会有点为难呢。哎呦，人家只是想知道你每天在部队都在做些什么，有什么新奇的事发生，这样也不行哦。可是你这样子，我会很为难啊。我不管了。好了，那你不要生气，不然这件事情我要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我就这样对我最好了。你看，你想把部落格跟军事讨论区都关闭了？我实在是不得已的苦衷啊！啊，说你也不会懂啊。不得已，总之你就是不想让我找到你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的嘛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。如果有没有办法再看到部落格的话，你就不要再想见到我了。喂。